四个字形容自己的酒量。滴酒不沾。粉丝送过最奇葩的礼物是什么？送了我一条中华，但是我不抽烟，然后我就看到那粉丝小贴纸上面写的，希望你越来越红红啊。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让一直没有什么名气的李现大火，随着他的名气增长，很多媒体也争先恐后的采访起李现来。近日李现在接受某个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大方的暴露了自己的私生活，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李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李现说自己在平时是不抽烟不喝酒的，即使有应酬自己也是滴酒不沾，而且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逛菜市场，想必自己的厨艺也是十分的不错的吧。在生活中他最常待的地方就是健身房，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好身材，同时也让自己更加的健康。原来李现的身材这么好是一直健身的原因呀。私底下的李现还是一个十分有爱心的人，他十分喜欢小动物，尤其对猫情有独钟。如果自己有空闲的时候，他会找朋友打篮球或者是喝咖啡聊天，而且在生活中十分喜欢看书和弹吉他的他也可以说是一个文艺青年了。很多网友看到这表示，这样优秀的李现以后作为他的女朋友真的会很幸福，要不杨子你倒追一下他，以后一定会很幸福哦。